欢迎来到阿红市场，阿红现在人在台南开基玉皇宫，今天是我朋友他们家钟家的幻兽亭侯文恒圣地崇光，今天顺便会开光开基玉皇宫的玉皇四殿下跟广泽尊王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喽，不逛喽。今天依旧是我们的开光王吴正宪吴道长。来，我们的这种啊，开光可以连好，好运得寿江分好，我回应江玉华，江玉杰，盖好江玉杰的店，高山杰，我是白毛的高手杰的店，江玉杰的店，全国最棒，你敢问什么店？我江少杰一百，再百，三百。第一遍酒，变酒是点点嘛的。烈酒的酒，三只妖公高欢错错只妖配，父亲养父当穷养养望个心定，鬼气混淆灵啊素影仙气哦，山花灵林啊林山仙在，莫问道起啊三片秋来三马进。叫路去花去哟，山花的一呀苏昂东苏胖金妹呀，开机玉皇宫来洪德这段开工客人保佑的好，莫因地主张文宏、吴慧英、张友华、张义勤。结合将士认定当个单行，这白毛做所做生意下，将为胜的微微比万古之乾坤。这里面的东西是什么？通常咱就是讲，咱来去按这个报啦，吼。这个报就是讲，它会安龙银，会用迄个纸啊，我等下给它刻好。比如讲，它有正反面，这就是正面、反面、正面。反面一正一反，一正一反，对对对对，一正一反哈，阿叻。我今麦这龙银足少啊。你常常去买？系啊。你当初问我，我讲会啊，会使用。哦，阿叻啊，多一正一反啊，哈，刚好十二个啦。Thank you.
开你左眼右眼开，开光点眼发白。一年四季应无灾，便是富贵功名在。开你左眼化为日，知天文。开你右眼化为月，识得你。成功显示天尊，开心你听四方，并祈求中一堂。开心你第五笔学消灾，福有余。开心口是天路，必有教主临顶该进路。开心生离九门显主公，开你左手为山河，开你右手持石业，必有教主临顶该进业。卡你左脚踏开弓，卡你右脚踏加长，踏林林中生，踏贵贵的灵。开顶上透天门，爱下做避地虎，留林门撑鬼身断鬼粗，成功显一天尊。虎腿灵通救良民，六是庆乡乡的姓，六是克水水的灵，五方降精气，万福自来迎，众生恰不难，加油红之声，生生生自在，世世保身清，神书共中影，定如国里声，三元神中好，万圣万冬明，无灾也无穷，因报得心明，成功显天尊，来进啊！来进啊！来进啊！主公，看你左手为山河，看你右手持石业，必有教主临顶该进业。念应如国里声，三元神中好，万圣万冬明。无灾也无穷，因报得心明，成功显天尊，来进啊！来进啊！来进啊！因报得心明，成功显天尊，来进啊！进啊！来进啊！进啊！来进啊！进啊！然后我想问一下，你怎么跟玉皇四殿下认识的？就是当年那个时候，就是逢九嘛，然后刚好身体然后比较不好，然后就因缘际会下认识四殿下，然后四殿下就说要收我为 K 将，然后因为当时之后才开始跟他结下这个缘分，然后就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有感受到他的存在，变成说后来因缘际会下就是。找到这尊殿下的神尊，才开始跟殿下请示说要不要在家里面供奉一尊这样子。这边有看到你有在帮他们做那个平安符令旗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因为当年那个时候我逢九的时候身体不太好，然后因为殿下的保佑有慢慢好转之后，就有跟殿下许愿说要连续做3年的文创给玉皇宫，让大家更认识殿下。